哎，来喽，来喽，啥事情？哎，啥事情？等着，马上就来。打了个电话，哦，蔡龙说了呀，他跟我们农家乐联系个生意，找了个会呀，在我们农家乐开。你喝酒还敢开车嗦？喝酒？我没有喝酒。我看你啊，是鸭子屎，你嘴壳子硬硬。你看你脸，喝得那么红。我脸红，哦，是因为你今天好漂亮。嘿嘿，我好激动啊！少跟我说这些哈，那么大股酒味儿，哎，这个又咋个解释呢？酒味儿？我身上没得酒味儿，我浑身上下只有一股男人味儿。啥子？宝贝儿，咋？这个宝贝儿。你咋个又晕了？陈建官，你在做啥子？我的脑细胞我妈给你吓死一半了。凤妹儿，你现在的承受能力太差了。你不是也喜欢喝了酒去开车的吧？你去噻，去噻，去了就好给张麻子一步，别让他一个人寂寞。怕哥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数嘛。昨天说好了的打麻将，你为啥是不来？我不是不来，是我喝了酒。我们凤妹不准我酒后驾车。再说你们找着人了嘛？我没拆你们的场火噻，你是没拆是场火，哎，但是牛娃子来了，他一串三，哎呀，害得我跟田成两个都输了钱。要是你来的话，我们两个还输钱哦。铁公鸡，你是不是朋友？搞了半天，你想在我身上起砍，想在我身上发家致富是不是？嘿，大哥，你是花钱买娱乐噻，你不亏嘛？哎，再说了，你每次打麻将都是输，你是不跟我田成龙吗？哎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田成龙，你不要耍威胁嘛！你说句话噻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？哦，对的对的。哎，其实怕哥，我根本不想赢你的钱，只是我们家嫖嫖有规定，说我要是想打麻将的话，只能到有你的场合去。我们家安德也是这样说的。搞了半天，你们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嗦？那好，我也没得啥子内疚的了。你内疚啥子？来，喝喝，
夸我，你看这个哥，嘿嘿，懂得起，懂得起。我给你们再炒两顿啊，等着啊。哎，二十一小，这是我们的啊。哎，是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先去睡，去忙你的。哎呀，凉锅菜。哦哟。陈天文，哎，我来。哦，旁边啥事情？哎，狗屎子嘞？啥子狗屎子？多大一盆？今天席桌子上剩到的，妞妞吃了几口不吃了。我家添点肉在后头，我先端出来放到这儿，咋不在嘞？俺妞妞吃的呀。啊。太不像话了，你咋可能把狗吃的东西给我们两个吃完啊？本来啦我还很内疚，没想到你们两个这样对我，那我也就没得啥子内疚的了噻。爬哥，我们赢你的钱，我们至少把你当人嘛，你居然把我和蚕龙当狗，性质完全都不一样。就是你要赔我们的精神损失费，赔精神损失费，赔钱！你们两个懵嘛？哎哎哎！站住！喂，我来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哎，爪子，爪子，走路没长眼，你说，害得我又踩了一脚急刹，晓不晓得这一脚要给好多油钱哦？嘿，你踩撞了人了，你还有理了说你？差点，差点就是没有撞到噻，没有就是没得事噻，赶紧让开，我慢得很，我有急事。爷，你还有理了？我把他等等，你们把他拖下来。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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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楚，这是斑马线，晓不晓得啥子是斑马线？我现在都怀疑你的驾照是咋个拿到的，你认真学习过没？晓不晓得啥叫斑马线？斑马线就是行人的生命线，你明晓得我们三个行人在这儿，你还开得飞叉叉的，还不主动避让我们，你飞叉叉开过来把我黑瘫了，吓得我手机乒乓一下绊到地下绊烂了，赔钱！你的手机这只能怪你心理素质太差，连这么一点小变故都承受不起。我碰过你手机没？我连你手机都没碰，凭啥子该我赔？凭啥子？凭不能嘴巴张开。你喝了酒，你酒后驾车，就凭这点，你要是不赔钱，你娃娃就拖不着走，晓得人。喝的是好酒，五粮液。我没喝，哎呀，想跑着，站住！虽然你喝了酒以后猛起吃大蒜，但是还是被我们闻出来。虽然你喝了不到一两，而且还休息了三个钟头，但是五粮液那股令人陶醉的气味还是扑鼻而来。所以说，你不要狡辩。我们要是说错一个字，倒赔你一千。哎呀呀，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给自己算了卦，说我会遇到贵人，果然贵人，贵人，贵人，不是三位酒仙。这位戴眼镜的酒仙，我一定会赔你一个全新的手机，而且三位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还请三位喝酒，喝好酒，而且我还给三位每人一笔酬劳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还有这种事啊？起码要得，走。队长，你今天参观了我们的厂区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不错不错，没想到你们荣成家人不仅厂区规模很大，而且卫生条件也相当好。哎呀，能够得到李总的赏识，那简直是我们的荣幸啊！你放心，你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帮助我们在西南打开市场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们在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方面，那都是没得问题的哦。李总，那我们好久把合同签了嘞？哦，杨主管，
我就跟你实话实说，我现在确实很犹豫。为啥子呢？前段时间另外的一家饮料厂也在和我联系，我现在在你们两家之间呢，难以取舍。哎，那肯定选择我们噻。为啥子呢？因为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喝酒。喝酒？你们也喜欢喝酒啊？是啊，不仅我喜欢喝，我们身后这几位销售人员啊，他们都爱喝。哎，李总，人家俗话都说得好吧，志同了那才能道合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我就相信今后我们的合作啊，那是非常的愉快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选择我们，那是最佳的选择哦。杨主管。你说的有点道理的，哎呀，你不说还好，你说我那个酒儿啊又发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这个样子，我们一会儿酒桌上过招。过招？哎，过招就过招，好啊，哪个虚哪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来来来，李总敬你哈，给。哎，干杯干杯。给给给给给。餐酒餐酒，美女帅哥餐起。服务员，我实在喝不下酒。这个客户啊，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喝不下去也要喝。餐哥，要晕了。一杯酒，没事。不行，喝不下去。一杯。好嘛，还是钱的用处大。李总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，来，美女，干了！干了！杨主管，你手底下这些员工也太撇了嘛！啊，这儿才刚刚润一下喉咙，他就趴了一个。哎呀，没得事，无妨，趴下就趴下。我还有两位干将，瑶瑶，陪李总打一打。啥子活不得了哟，美女来。我敬你，端酒杯。干了！我敬你，我敬你，我敬你啊！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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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！剩下那么多杯子，咋那么多酒呢？杨主管，这个就是你说的喝酒凶是吧？你把我喝透了，还说今天要陪我一醉方休。我看呐，今天是众人皆醉，我独醒。哎呀，李总，主要是你的气场太强大了。平素间啊，他们这几个都能喝得很，你看嘛。你这个霸气外露啊，就把他们给毒昏了。没得事，我还有一员大将，刘明杰。哎，那他是中魂酒坛数十年哦。我跟你说，凡是给他喝过一台的，都不愿意再给他喝第二台。刘明杰，是不是哦？喝，陪李总喝哈。小刘，来。我们两个高手过下招，喝，好，喝。来，小刘，请。好。不错，不敬你。等，高手过招，咋会是这种级别呢？啊？哎呀。那起码，那个啊，这个啊，哎呀，可拿的拿的，倒起，来了，这个就这个，
城家人虽然是好喝，但是你还是分场合的。来，我现在回去。一口就扯了，啊，好同志！杨主管，他这个样子得行不？没问题，脸红说明他喝的，他现在正在状态，喝，小刘，接刀斩！有人跟他喝第一次酒，再也不敢跟他喝第二次酒了。干啥子？亲爱的宝妹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第一次的玫瑰花，宝妹儿。我想你想得心头发痛，等你等得腰酸背痛，你是我心中的真善美。虽然我不是你的高富帅，但是我是你的怕哥哥，我们两个过着幸福美满的小生活。陈天官，哎，你又喝多了说有点发酒疯啊？哎，我只喝了一点点，所以说为了说刚才那几句话，我喝点酒壮下胆。正好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跟你说，我先说。啥子？这屋头哪个是副主啊？哎，哦，你先说。从今天开始我要锻炼我的酒量。啥子？你要喝酒？嗯。你生气啥子？哎，还不去把你老高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哎呀，凤妹儿，自从你喊我戒酒，我就没买个酒，哪儿有啥子老高拿得出来嘛？哎呀，走开，自己去找。哎，凤妹儿，玫瑰花。玫瑰花帮忙啊。这些酒你一口都不准喝，全部是我的了。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受了啥子刺激？嘿，咋个突然又想着要喝酒了？啊，未必的，喝酒可以减肥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。你不要看报纸，不要看电视上的，你都是吹的。啥子一会儿说吃肉要减肥，一会儿说吃肉要长胖，哎呀，你看你嘛，智商不高呢，还喜欢自作聪明。是我们单位上啊，没得一个能够喝酒的，个个都是一杯倒的奇葩。今天啊，
就是因为喝酒，我还得罪了一个客户。哎呀，这个客户对我们又很重要，他啥子爱好都没得，就爱喝酒。为了把他搞定，我必须要把酒量锻炼出来。